堆啦，互你食啦，甲你锅卖堆斤就三少就好啦。人甲你整也好，三四百块价值的啦。来，凊彩三个人摕着啊，三个人摕着啊，无袂掉哦。不用三百，两百不用花。有人要吃无？两百不用来，百五着。一百五。有人要吃？有人要吃脆皮虾安全无？就这一些而已，好吃。性价比很高，可以用炸的，可以用炒的都可以。你要煮火锅嘛会使哦。来来来来，最后一个百五，下面来最后一个，最后一个，最后一个虾卷谁要？一百五而已，百五，足水的。这堆虾更百五块，有人要吃无？最后一个，有人要吃无？有人要吃无？没有人，旁照来后，谢谢来。来蛤蟆，我跟你讲吼，这个中正实在话吼，临江拍到的蛤蟆，我有分段吃，因为这蛤蟆我是讲真的假的尔，哦，卖爸爸搭搭，物件足多，哦，这种分时间限制，你若时间限制来，再来买，买就较早的，哦，来一百条。你看黄宇博来，还有人是蛤蟆吗？要住沙子哦，一百块。哦，这个没有赚你们半毛钱呐、啊！我来跟你讲啦，蛤蟆我蛮看得起的啦，做好不过年啊。哎，臭酸。因为东西很多啦。哦。臭酸呀。啊？臭酸。保证来绝对啊，一定来。无臭酸，你绝对搞咩？你绝对搞卖。咱讲真的，来个人要吃无？来大料蛤蟆，有人要吃无？来一百块，一百块，有人要吃无？我问一声，两声，来，没有了哈，还有人蛤蟆吗？都有了哈，都有了，来，拍照。等下，恁俩搞不搞叫蛤蟆花两斤啊？那个中国我再买。没吧？怎么样？你食这药？来啦，大尾想无离啦，足水的啦。我个人开一尾想做离啊，好比条。这两尾我提，咱讲真的，哦，五百免开，四百免开，这两只三百了。看有人要吃无？有人要吃好海头，对。还是要食较俗的，我嘛较俗的，两种。来。我跟你讲是这样话啦，来，那就是来啦，买鱼买货就是怎样跟你讲，一分钱一分货啦。你别俗的，我跟你讲，我嘛是俗的啦。哦，这个成本一台金矿，我今天一百多块啦，我唔惊你知啦。这个啦，几十块啦。哦，来，你看到没有？有没有？哦，很简单。啊，如果你们想要吃这个，就简单呢，一样很漂亮。来，一分钱一分，我说过了来。有人介哇，真两尾来，有人要吃哇，有人要吃哇，赶快啦，五百、四百、三百，免开啦，什么吃我阿姨的，两百就好啊。有人要吃哇，两百块，你要吃咩块？来来来，好好好来，三百条，哎，另外都阿弟阿弟阿妹阿妹阿婆，好好好，你别话，啊，好啦，来了，看在你多点，来吃就贵嘞，多一点嘛，交以上，好来，我带你怎么来买啦？啊，今天还吃黄金汤，好讲啊！等下黄金汤哦，再出地来，你又讲。来，百五就好，谁要来一百五？来黄金汤。啊，黄金汤，好来。来百五就好，来百五，够人咩啊不？还有人要吗？来，两只三百块。地方啊啦。对呀。来。三只而已，五百块啦，四只过来啦，五百块啦。
家坚持大锅啊！好，人要吃来500块人。好，来500块人，来500块。来，个人要吃无？来500条，500块。来500块，500条啊！个人要吃无？来500块。好，阿姊免烦恼，嘿，你花我一定付你的。哦，伊啊若无够，我来甲你动啊。咱讲真的，哦，来500块。500块的，哦，反正有钱就先给伊啊啦，像有钱，像提钱就先给伊啊啦，来啦。个人要吃无？黄金仓500的。你买无？你要不要？500块，买无？啊，够人买来无？500，500有人买来无？500有人买来吼，我收起了。我袂买啦，你来。袂买我袂买有得拣啊。人讲真诶啦，哦。靠你讲，你啊500来啦。你人外口抬两块了500，你要较正经诶好无？较济。对哦。哎啦，我跟你讲，我一只面羹不惜成本咧卖恁的，哟，你去找来找，看卖底有偌少嘞？这三只拢只抬起来500-600啊啦，来啦，送你个啦，拢送你个啦。你要买500？干要买500？这边旁边。好啦。来，个人要吃了500块啦。阿咪啊。我跟你讲过啊，只订一个尔，伊讲买会买伫遐啦，白。哦，我跟你讲过啊，无你就较早来咧。什么呀？上市的了，就开始当物件了，等到好啊。什么呀？你了，刚一班的尔啦。没啦，你有介意无？赶快500块啦，我靠，人抬一尾就800块、700块啦。没啦，有人要吃无？啥物好哩啦？四只好哩啦。都大尾啦，500条啊，500卖你。也是今仔日较用的啦。来啦，好。啊，有没有要吃空运的鲑鱼？今仔是买鱼包吃的无？有啦，今仔个大条。今仔大条。今仔个大条。啊？100多？阿咪啦，来啦，过来这边啦，你是吃要怎啊？好，来。好，来。我爱吃哩。很大片哦，有人要吃沙白鱼，到完全无饲的无，我的品质足好的哦。啊，但是你们不要紧张，你去鱼市场购买一样一包800，哦，真的，直接批发价带走就好了，80块，完全都无饲的。有人要吃鱼肚的无？鱼肚还有人要吗？品质超级棒的800块，有人要吃无？有人要吃吼，来，啊，有人要点菜无？我再问一下，有人要点菜要吃啥的无？讲来。乌拉布。要乌拉布的哦。哎，我乌拉布的。
儿子有空先放松一下，叫袋子。0921398，我九包卡着啦。哦。哦，今天搞成这个地啦，这是。来，这个不用画大饼啦，要多少钱？1000。八块不要八钱。我老板叫我老板来吧。100。你那干啥鸟？唱给100块。你玩得无啊？哦，来100。OK， 用100块。好 ，OK， 没有问题。来，就上来挂麦。今天无红条、红条，做青的哦。0921多少？0921再来多少？3698590。没有了。然后，多少项？哦，我讲这句啊，一直提我。啊，你有买到无啦？都无买到，来啦，这是正正。来，袋子给它装起来就好了。所以你家隔壁挂，看你要食啥，我继续搁食，继续搁买。一斤两斤的，嘿。还有人要食螃蟹无？食只螃蟹有人要食无？因为我三斤的还有。啥物件？啊？我若无跟你讲，我跟你讲，一斤的，两斤的够了。大家拜托的啦，不过好着，卖行计较，遐个一口一嘴的，一条计较要创啊？啊无我另讲照讲的，一斤400就好啊。你看你要甲我买无？对哦，迄两拢假卖，尔子啊。来，我若要点菜，要食啥？就是这个。